有声音了吗？哎、欸，有的，有的，有的，是熊猫哎、欸，熊猫安安，熊猫没有开台吗？熊猫下午安安安 ，Allen 在吧？侦测开起来，不知道，不知道，电脑会不会爆炸？感觉会。那今天只能放 Aiden 的照片。照片。对，今天只能放 Aiden 的照片。你说好像唱歌那个吗？Aiden 有很多照片可以放。就跳跳啊！跳跳怎么用？哦，我知道，没关系的 ，Aiden 可以放一张图。安安，测试一下，测试一下。OK。今天是笔电开台，节能模式。他的，先把一些东西都关掉。
掉，随着同步开启。OK， 这样应该好了吧？行，这样可以。如果按那个贴出去不会有那个的，要怎么样 ？F3+P。哦，发个文。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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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完全是吃满的状态，但他已经很厉害了，他是内显，用内显播还可以播成这样，很不错，很不错。OK， 那 A 的目前已经弄到了298个，没办法，可以。好。的农夫生活的农夫挑战的第三天，然后目前已经弄到298个，然后隔壁咪咕已经快要弄完了，隔壁咪咕已经快要弄完了，隔壁咪咕已经弄到几个了，咪咕已经弄到2130，现在还没过半。然后他们还把这段天踩坏。身为麦块玩家见面，然后这两个人把人挡上了，没有发现，还是有吃到反击炮，虽然没有反击炮，但是有吃到一点。
差不多的笔电，你要确定，你又不是没看过我这台笔电，对不对？我这台笔电是以轻薄为主的 ，Alan 这台笔电才990克，拜托。音乐把人声都盖了，音乐有那么大声吗？我音乐已经只剩5%了，这样子。这样有 feel 吗？现在只剩1%，现在音乐只剩1%，超大，这么大。不然你 DC 麦克风打开 DC 的我就可以瞧了。你有在 DC 里面吗？这些人还在想说要不要把 DC 关掉。对啊，那如果在 DC 的话，我好像应该要去直播区。这样子欸，这样有没有好一点？我们哭的都……啊，不然这样子啊，这样欸，这样有没有更大声一点？啊，可是为什么你讲话我没有听到声音？罗娜说他都听不到那个我讲话的声音。那直播，他说直播背景音乐太大了。心结没有心结啊，就听不到啊，就没有声音啊。你，喂，喂，喂，有啊有啊有声音了，有哦 ，OK OK。编码过程。哦，我在直播听到自己的声音哎，好酷哦。完了。完了？怎样？怎么了？奇怪。哎，我觉得你的那个直播啊，我调一下，不是另外一边，先不要调这边。我这样子听起来，我感觉我的声音还比你的声音大哎，就是从直播里面传出来的话。奇怪。没人看看，奇怪，都已经100啦、啊，怎么会那么小声？还是你的那个增益要调一下？增益已经调满啦、啊。你增益满的，怎么这样？要调这边的增益啊，这样会不会很炸？上面吧，嗯，不然 CPU 已经快爆掉了。还有吧，你 CPU 才64%，还是 GPU 要爆了吧 ？GPU 96，你要确定哎，CPU 已经96%了呢。啊，我这边看是 GPU 96哎。GPU 96吗？对啊，我看你的画面是 GPU 96啊。哦，对 ，GPU 96。你累了。有啊，有大声一点的，对啊，快爆炸了，快爆炸了 ！GPU 已经爆炸了 ，OBS 已经一直在 ，OBS 已经一直在催我说你要调更低的设定。哇！那、啊、你今天怎么是用那个笔电？加油啊，小笔电，加油！那你电脑去哪里了？还是你在台？你在别的地方没有电脑可以用？我在咪咕家。那确实是有点难办的。
不能再买一台？总不能再买一台？等一下，你冷静点，是不要？好像不是不能考虑呢。最近 Aiden 才买了一台，没有啦，是那是朋友的。好热哦，我要开电风扇了。有够热！我刚在开台的时候，我的那个电脑一直在帮我加温。很热，很热。超热。我发现其实我电脑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屌欸，但是就是如果我要开台的话 ，Edge 最好不要开，因为 Edge 不知道什么吃很凶。Edge 吃很凶。我那时候开麦块，在开皮，在开直播，我的 Edge 不是我的 CPU 吃到了90几%，可是我把 Edge 关了之后就只剩下60几%了。嗯，厉害吧 ？Edge 了不起。卡一直在开，显卡快爆掉了。没有吧？你的显卡还好啊？哦，不是，讲错了。对，你的显卡要爆了。CPU 也快爆了。真的耶，CPU 刚才飙到98耶，怎么回事？这样子呢，还是不行耶。哦，是优度酱安安，优度安安。今天你会看到比较卡顿的 Allen。脏吗？好，哇，98度了。Allen的显卡现在98度了。
要不要再买麦块的视野距离拉近一点？确实可以，不过目前这样还好。目前调一下之后发现还可以，还顺的，还可以。先躲回家，先躲在这里。这个是观景台。怎么了？你进观景台是怎样？要挂机了？啊？什么？你进观景台要挂机了，是不是？对啊，这是挂机用观景台，超美的，你知道吗？哦，要等看看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好像会哦，好像会哦，真的有差吗？欸、真的有差哎、欸，好扯哦。因为 Allen 现在是双萤幕，然后 Allen 把麦块拖回到那个笔电的萤幕上面，显卡使用率真的有降下来。Allen 好像了解了什么。Allen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笔电太烫了。对啊，我笔电也超烫。如果我刚已经去拿我弟的小风扇，然后被他没电了。分享一个笔电如果很烫的一个奇怪的小知识跟小秘诀，就是如果你的笔电的，就是如果你的笔电是金属做的，咪咕你还没有零钱？不计价。不计价哦。如果你的笔电是那个的机壳有没有？是金属做的有没有？像 Allen 这台就是，哦，塑胶做的就没有用。如果是金属做的，哦，你可以在你的机壳上面放零钱，它就可以增加散热的表面积，哦，这是真的有效，这不是唬烂的哦。有听说？对，这不是唬烂的。Allen要去找更多的零钱。对，等 Allen 一下。我现在把电话拉到桌上了。麦克风夹起来了，哦，不行哎，好吵。嘿啊 ，OK， 加了一些零钱，效能增加。这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吧 ？OK， 好。Allen 的奇怪小秘诀在这种时候都可以发挥一点用处。OK， 天亮了。然后再把麦块的
和光源。把阴影关掉应该就会再好一些吧。欸，我把我的那个桌扇放到桌上，然后不是我的电脑，应该降温降好快哦。嗯啊。啊，下雨。哭啊，叶妹，不要这样，不要再咬了，不要，不要哦。叶妹真的是哦。在做装啊 ，A 的没有什么铁，安安哦，就没有什么铁哦 ，A 的很穷。A 人怎么穷了？哭啊！你没有魔法了，你失去魔法的力量。不是啊，麦块里面没有地方可以刷魔法小卡。确实。有啦，有一些 server 有啦，但对，但不是这个 server 好吗？啊，没错。你现在还是在你们那个 server 吗？还是你直接开个单元？还是在我们的 server， 但是是另外开一个世界。哦，因为用单人的话，算人会吃的更少。单人怎样？单人算人应该吃的更少吧？他可以少个连线的部分。其实。还好啦，因为现在的问题是 Alan 的显卡顶不住。你那个小笔电的显卡是哪一张？小笔电没显卡，就是内显。哦，你现在是内显在玩啊？对啊，还直播欸，拜托。很硬欸。对啊。嘻嘻嘻。你看这台小笔电 ，CPU 跟显卡全部都100%。那小笔电很经济实惠。对啊。现在 CPU 还好，现在 CPU 只有50几%，但显卡现在是70几%。其实他有这样的表现 ，Alan 已经很满意的了啦。哦，优度也是用文书笔电在直播，是不是？哦。Alan 对 Alan 这台笔电已经很满意了。哦，你还没死哦！天哪！不知道，姑现在在看韩剧。啊，没有啊，优路说你知道优路是用什么笔电直播？我说，啊？你不知道？啊？哦，咪咕说他不知道。哦 ，Alan 放上去的零钱好烫 ，Alan 已经没有更多零钱。A 的没钱，我在吗 ？他说上次腿风在的时候他有提。我不在，我只知道他没办法太晚了。可惜啦，哎呦！吼吼吼！
菇啊。够落雨啊！不要再下。阿伦，那你没有出去运？这几天你没有出去走走？没。没有。没有，这几天我今天睡到中午啊，然后起来开台。哦，伦娜也要一起开台，她也加入我们。开台的好伙伴，我会吧？可是我应该很难开，因为我家都有人。那你可以开无声台啊。无声台干嘛？其实还好啦，我觉得，只是我想去买那个，上次借给姑看的那个怪手麦架，啊，把我的麦克风吊起来。嗯哼。吊起来之后，我就可以在装挂面电风扇。哦，要再下了哦，下这么多雨。只能用骨粉揠苗助长，是这样用的吗？不是啊，施肥了。来哦，吃化肥哦。萝卜哟。爸妈去吃了砂锅鸭，超好吃。重点是他甜点有一个大布丁。咪咕每次都跟 Alan 说他心心念念那个大布丁，然后昨天他终于吃到了。好吃吗？其实 Alan 现在看起来觉得这台笔电也不是显卡不够，他现在是显卡的记忆体爆掉了。哎，我跟你讲，你的电脑这个笔电，你现在会这么烧，我觉得应该跟你输出1080画质有关系。啊，你说我调720应该就没事了吗？720应该会降一些。我有在想啊。但是就这样就要重开啊，不过没关系啦。目前我今天跟嘴都是开720，目前蛮顺的啦。觉得今天配着那个节能模式的那张图非常适合描写什么叫做节能模式。今天 Alan 放的那张图， Alan 蛮喜欢这张，那个